大埔乡大会经过乡亲欢迎，林务局伫旱灾补助零通过，而且协助三南火灾防救的餐食问题，以及新竹拆除行林地的三项意见。林务局嘉义林区管理处副处长李定忠声明表示，会长救助案未去补助的两位，是因为五年来无缴纳德顺副产物回收价金。而最近五月十二号纳马社区的火灾，林务局拢有提供便当以及水，让分队以及义消来使用。拆除行林地的部分是由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判决确定收回，经过抗告了后自行拆除。大埔乡民代表会经乡亲欢迎，以旱灾补助零通过，义消协助森林火灾防救残失的问题，以及成组拆屋返还林地三项意见。林务局嘉义林管处副处长李定忠也声明表示，会长救助案未获得补助的两位，是因为五年来无缴交德顺副产物回收价金。申请农业天然灾害救助办法，那因为经我们查证，这两块林地，朱立造林的，近五年都没有缴交，这个有关于这个竹笋的分收价金，那依照林务局的指示函是不符合规定的，在这里是。你最近五月十二日纳马社的火灾，林务局拢有提供便当加矿泉水和分队加义消使用。拆除翻林地部分，则是由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判决确定收回，经判决以后自行拆除。他在原来他的这个房子的后方又盖了一栋新建物，那这栋新建物是位在他的租地造林范围内，并不能够来盖房子，所以经过林务局嘉义林区管理处长期的辅导劝导，可是都没有达到这个他的一个善意的回应，所以说嘉义林管处最后提起诉讼，那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也在103年6月最终判决结果，请这个林农要拆屋还地，在这边呢做一个说明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，盖棺采红不得。哎，母啊，馆长在网络顶边讲要推一间厝呢，是有影无影啊？困莫困，卖眠梦啦。要来吗？要来，要来，要来，要来吗？唐嘉一，唐嘉一，唐嘉一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小宝宝，嘉一游戏，要不要嘉一 ？Go！欢迎来嘉一。这回来嘉一。欢迎你们来嘉义县消费，总价值1000万的奖品，总奖项超过1000份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